陶子怡好，天真老师好。今天选唱哪一首歌？心不了情。心不了情，哦，经典名曲啊。万芳唱了这个《心不了情》之后，你知道这首歌在 KTV， 如果我资料没有记错的话，它长达五年吧，还是都在前那个 KTV 前十大，十年都还在前在百大都有，所以这首歌非常经典。掌声欢迎胡怀浪的演唱。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奖品是，我觉得你唱得很好，没有错。但是缺点就是少了一点点个人的特色，因为这首歌就是要在很好听的旋律里面去体现自己还能在里面做出什么变化来。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啦，在一班的时候就是杨宗纬来，然后萧敬腾 PK 他，然后我们临时也请杨宗纬换歌，就唱了同一首歌、哦。他们两个人给这首歌的灵魂是不一样的。是的，三年前的掌踢馆赛，萧敬腾演唱的《心不了情》，内敛却动人的诠释令人印象深刻。不同于萧敬腾的演绎方式，杨宗纬的情感表达浓烈，深深触动在场所有听众。其实我想这个尤老师给你的建议就是希望有胡怀浪的灵魂在里面。马上就来看胡怀浪的分数，请评审按灯。过情是意外谢底，居然让评审反目成仇。有一位爱过他的一位男人呢，也曾经抓着他的手，然后为他唱下他们两个爱的歌曲。小林老师写了一首歌，我知道那个男的是谁啊，我真的知道。你要小心一点啊，你以为我没有你的事吗？两位冷静一点好不好？我怎么可以冷静呢？在比赛，我已经事情被人家知道了。好了，能冷静吗？你是歌唱高手吗？星光舞台欢迎你来一展长才。就来看胡怀浪的分数，请评审按灯。胡怀浪的演唱得到的成绩是17、18、19分，过关，恭喜！
但是小林老师是不是给他一些建议？我觉得你的声音真的很好，非常好，可是你老是非常的紧张，比如说包括爱你怎么能了，其实重复了两次，你的整都是一样的长度，所谓的一样长度就是说你讲了两次同样的话，对，那个就是在背书，你不要再把自己关在一个框框里面，赶快飞出来。胡汉浪有时候想太多也是一个致命伤，是是，别想了，大家都这么喜欢你的歌声，好好唱好不好，然后歌曲还是要设计一下，不然像老师讲的两遍的这个该有高潮的点，哎怎么在背书，这样就不行了，好不好，会被别人看出来是假高潮。好，那这边也是恭喜胡怀浪过关，谢谢。谢谢老师。好了，接下来马上欢迎郑怡。